从现在起啊，这个铺子都归你了，还有那这边的东西啊，都是你的。啊，谢谢你啊！不用谢，我该谢谢李三世。你是何时买下来的？半个时辰之前。啊？以后你在里面做烧饼，我就在外面卖烧饼，保准生意好的不得了。 从前不是有一个豆腐西施吗？你可以换我一句烧饼。王爷。 王爷，王爷，这是你昨日刻的呀？喜欢吗？有啊，挺好看的。但是这跟烧饼有什么关系啊？这是食用颜料，你把它印在烧饼上，每日限量500。 500份这么少啊？那怎么拿回成本呢？物以稀为贵啊。这也可以用在烧饼上啊。可以，你不是想帮这群街坊吗？我们先用烧饼店吸引客流，慢慢的他们的生意也会越来越好。毕竟客流才是生意最重要的。好一本生意经。这世界很酷。